我交给你，同时放人。哎呀，我的儿啊，天机山庄真的没好好教你，跟你爹还想做交易，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。小凤，小叶，拿过来。 多亏狄盟主出手相助啊！凡事有狄盟主在，果然简单多了。师兄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教你。从前，我什么都没和你争过，以后，我要你这条命，还给师父。那要看你有没有那个命，能活到那日了。